大家好，我是三重道长。然后咱今天再开个箱，开个什么呢？这是前几天我从网上买的这个东西，然后我早上已经撕开过了，咱大家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，这什么呢？这什么呢？这是耳烛，它是干嘛使的呢？这个。它是可以通过，就是这个燃烧，然后来解决咱耳部的一些问题的。当然了，直接就说，咱现在呢就试一下，看看到底它这个效果怎么样。当然了，这是先点燃，点燃了以后，然后架到耳朵里边去。当然了，这个架到耳朵里边以后呢，它会听到嘶嘶嘶嘶的那种燃烧的声音。现在呢，这个声音越来越大。当然，这个自己做了不太方便。如果说给别人做的话，可能更方便一点。现在的话就是说，耳朵孔里边慢慢的开始有了温度。算了，咱就吹灭了，因为这个的话就是说，不敢再那个太烧了。但是如果别人给你做的时候，这个是可以继续燃烧的。但是自己做的时候，我怕那啥，并且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在这一端，刚才塞耳朵这一端，它里边呢就是有一个纵形的，这样就是十字形的这个滤网。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，就是说这个。口上有一些就是耳屎一样的东西，并且呢，就是现在我的感觉是整个两个耳朵非常清晰啊，然后非常舒服。虽然说呢，证明这个东西的话，对于保养咱耳朵是有效果的。好，咱今天就讲到这儿，好，拜拜。